看我国家那叫民悲。党中央、国务院及时部署防控。我们就是等死的，我们每每常常累都要累死了，天天上班，一天休息都没有。给家人打一个报平安的电话，许一个与幸福有关的愿。我还不想回家，我不想回家过年啊！你们做了什么？你们做了什么？跟爱在一起，让自己不感染，就是您对抗击疫情做出的最大贡献。救命！救命！医生来救了，我也在发烧啊！我也在发烧啊！有最透明的公开信息，披露的不及时，大家要理解。我只获得这个信息以后，授权以后，我才能披露。八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。有最细致的防护准备。今天下午我们穿这个卫健服，这个还没有开始干活，它就已经破了。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，人均迈上10000美元的台阶。人都摸得了，我叫小康。你们在搞么事？我们的些老百姓要你们的政府搞么事？八方驰援武汉，全国上下齐心。哎呀，逮到我家武汉的车，要不要报警啊？我们的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是充足的。最担心的是防护物资不够，那么到后天我们就没有，你就无口罩了。